想問下你係去邊一個方向噶？沙田。咁我想問下你覺得有冇受到影響啊？你而家有咩安排啊？諗住搭巴士。咁如果你而家咧覺得佢個滿唔滿意佢嗰、那個整體嘅安排啊？OK 的。你们本来是打算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要到哪个地方这样？其实也是已经超过时间了。已经超过时间了。那你们是要去赶飞机还是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是你们深圳。